卡罗尔在后崩坏书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角色，他可以说是我们开发团队经验的结晶。我们在设计之初就有一个明确的原则，角色的性能要有明显的差异，主角相对平衡，牙医偏高速轻机，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重机角色，通过团队配合来应对战斗中的各种情况。在后崩坏书推出之后，卡罗尔确实让人眼前一亮，看他几拳就能将敌人砸得晕头转向，是很多人玩后崩的乐趣之一。一开始我们在想，这种重机角色的武器我们用什么会比较好呢？那时候我们有想过斧头或者锤子之类的。最后我们确定，我们给他设计了一套具有标志性的大拳头作为他的武器。因为我们那时候想，一个娇小的身躯用巨大拳头去揍飞敌人的时候，这种夸张的漫画感一定是特别浪漫的。再者，角色需要与怪物有更多的互动，这样才能凸显动作游戏的乐趣。所以卡罗尔有很多套投技动作用来应付不同体型的敌人，他蓄力出拳时的多段攻击可以让敌人节节败退。可以说我们很多新技术的应用都体现在了卡罗尔的设计上。不管从设计和性格上说，卡罗尔都是青春洋溢的，我们也花费了很多心血去突出这一点。除了他活泼却充满力量的打击动作，在接待室里我们还特地为他做了三个照镜子的小动作。所以在给他设计服装和外形的时候，我们也加入了潮流和辣妹的元素，而外套上混搭的那些诸如徽章啊，还有甜甜圈之类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些东西，其实也许就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喜好吧。前所未有的投技类角色，后崩坏书中亮眼的星星，长达7秒的大招演出，酣畅淋漓的连打，也是古灵精怪、轰轰烈烈生活的青春少女，这就是卡罗尔。不愧是我第三小队的希望之星。卡罗尔这个角色承载着我们对后崩坏书的记忆，也有玩家向我们表达，想要这个个性鲜明的角色能够正式上舰的期待。他的到来也是必然的。我们希望他成为后崩坏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承上启下的存在，带领大家重回那段故事。但是要把卡罗尔从后崩坏书带回修伯利安，我们面临一些限制，比如标志性的投技更多是运用在旗枪而不是在拳套上，为后崩坏书单独设计的联系 QT 之类的机制也还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广泛运用，为此他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保留那种这就是卡罗尔的感觉。卡罗尔是崩坏山的第一个空战辅助，他在后崩坏书里击坠敌人的强大能力相信令大家印象深刻。我们保留这种击坠敌人的强大能力，相信继吸焰之律者卡罗尔之后，崩坏山也会有更多具备空战特性的角色出现。这次我们把蓄力作为核心概念，在原有动作的基础上全面增强了他蓄力动作时的打击感和力量感，拳拳到肉，大开大合，在一些爆发动作中还特意强调了调用全身力量来发力的动作。他一直都是这么活泼努力的战斗者。卡罗尔的新大招是可以脱手的，跟女武神战身类似，可以在开启大招短暂时间内快速离场切换其他队友上场，配合一些后台 QT 或是脱手大招的角色，可以达到三人在场上并肩作战的效果。借此机会我们也加入了一些后崩坏书中没有放入的设定，像是新增的冲刺拳还有武器系的火箭拳，都是在保留住卡罗尔特色的前提下做出一些新的尝试。米酒斩头四号为天灭地拳，这个版本即将开启后崩坏书第二章的序章心醉之前。在这个活动里，8年后的博罗尼亚将作为代理队长前往圣方丹，协助第三小队与卡罗尔会合。在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候，玩家也可以提前体验到博罗尼亚全新的战斗方式。卡罗尔和博罗尼亚他们各自身份的转变其实是两条相互呼应的轨迹。作为后崩坏时代的一名新人队员，之前的卡罗尔更多的还是依靠队长牙医的指引以及作为前辈的主角的帮助来完成任务，但在亚天魔阵前的战斗中，他的队长和前辈相继倒下。在这种近乎绝望的情况下，心醉之前的故事开始了。卡罗尔将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他怎么跨越这种
孤立无援的困境，这将决定了他一名新生代是否能成长为合格的战士。而从博洛尼亚的视角来看，他曾经也是一名新生代，但是现在的他需要成为一名团队的领导者，去带领以卡罗尔为代表的年轻队员。先驱者会成为后来者的信标，而后来者也终需独当一面，他们两个会完成这种接力。在后报告书第二章正式和大家见面之前，就让我们透过卡罗尔的双眼去见证这场蜕变。完美收工，队长，快夸我，快夸我！